大家好，在收藏世界各国货币的过程中，还会接触到很多的商业货币或观光钞票。今天分享的这一套侏罗纪银行的观光钞票就是其中一个。这类观光钞票的设计比较多变化，不过防伪特征就没那么讲究。这一套设计主题是侏罗纪的恐龙世界，一套有18张，我不知道是哪个公司发行的，我个人蛮喜欢的。一起来看看这一套纸币。